大家好，庄温，我是小花。今天我们来到桃园，来到一间特别的店，叫做普雷冈。你知道什么叫做普雷冈吗？就是母鸡。这间店呢，它就是一个生存游戏的店，对，有很多的配备。啊，我怎么会知道这个地方呢？啊，其实是一个我的同事她老公开的店。对，我听说就是她是一个退役军人，所以她这边除了卖配备以外，他们有自己的枪队，会一起出去玩生存游戏。然后也因为她是退役军人，所以她会教战术。是的，对。然后小黄其实一直很期待想要玩生存游戏，然后我们也很想要找大家去玩。对，我之前一直吵跟花花吵着说，我要玩生存游戏，我要玩生存，所以他今天就如果我们只有两个人，就只能互打，对，往内互打。好，所以也欢迎大家在那边留言，如果你有兴趣来参加这样的游戏的话，都在那边留言跟我们说。那我们就来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喽。看完耍笨的部分，我们要来认真介绍一下生存游戏。影片记得看到最后哦，有我跟小黄试枪打靶的体验，还有抽奖活动哦。体验过后，每个人的感受不同。嗯，有人就好，这是我要的、嗯，但是有人打完之后就没办法，好痛、哦。对其实这个就讲到有一个自由新政的部分，在下场的时候有背景、有录影机、有什么的都有，所以当达到第一个，我们就称五感跟有感，达到我背心五感，但是达到手啊、腿啊、脸啊就有感，达到我们都会举手，我被打到哦，阵亡，就下场，一场下场大概20-30分钟，这么快哦？因为你下场的时候肾上腺素。然后紧张，然后看到人刺激那种感觉，20-30分钟其实很久，你在场上的感觉，对，哎，有的人也是一开始啊，3-2-1开始，砰，笑。有现在有就是女子团体吗？纯女子团体的没有，没有，嗯，我们要开创先锋，国外有，国外有，这样子一队大概要几个人才能组成？不一定，内地有比赛，他们是5人制嘛。就五个人，嗯，对。那但是如果说他们是以一个 team 大队来讲，可能就是20人，对，20人，对。然后甚至说台湾也有办大型的活动，那就几百人，哇，对，百人吃鸡耶，你有红军、蓝军、民兵，然后还有总指挥部，然后你就下去这样，你只能当村民哎，民兵就是村民。但是用实际的，就是以实际作战的方式去哦，你要跟民兵去拿一些，我需要食物，对，我需要食物，我需要饮料，我需要木材，对，去交涉，对，然后下场玩，然后可能就3天2夜这样，2天1夜，还要露营，要带自己的帐篷，晚上煮自己饭，那可以去夜袭吗？对啊，夜袭会有夜战啊，所以他们还有晚上还要站哨。我们现在要来进入试射的部分 ，Yeah， 试射。对，然后无论是要玩的人还是在旁边看的人，都一定要记得戴上护目镜哦，安全第一。是的。阿嬷在看不到远方的东西。哎呀，那针线太小了，度无啊。我觉得还不错哎。你有中。10分呢？那你刚刚真的有在瞄准吗？有，我很认真瞄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不认真什么都看不到。是不是很远吗？很远呢，真的很远呢。对啊，一片模糊，好不好？根本不知道怎么瞄左边看右边看是不一样的。两眼一起看就是斗鸡眼。我跟你说，两眼一起看绝对看不到东西。我都打他的头。这是什么啊？我都打他的头啊。他是因为有遮起来，我刚刚都打他的头。对。因为刚刚都是这个在动。那你命中率应该蛮高的哦，而且都一击毙命那种。对。就是我会直接打爆你的头。这边呼吁一下，枪口不能对人。好吵！好啊，
刚刚好玩吗？超好玩！我跟你说，这是老板特别为你开的一个小通路。对，因为其实平常里面的这个室内设计呢，是提供给来维修枪的朋友试射的。嗯，对。然后大部分的人呢，就是来这边体验的话，是会直接带出去玩。哦，对。然后里面都有体验的设备，像最基本的就是保护的设备是一定要有的，然后枪。对对，你应该已经准备好报名下一次的活动了。有，我迫不及待，但是就是比较、需要人啦、需要很多人时间。而且我刚刚听老板老板娘说，就是不只有白天的活动，对，也有夜战，还有那个一边出去露营的，对，有那个民兵嘛，打三天两夜，我就负责当民兵啊，就是去那边搭帐篷、野炊，对，然后其他事不干我的事，哎，蛮好玩的，然后也是第一次体验，因为跟七弹其实不太一样，因为七弹就是在一个小小弹场里面嘛，对啊，对，然后可能就是一些遮蔽物，他们会去一些比较大的地方，甚至是就是野外去，直接到山上了。对，然后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到 Facebook 上面搜寻普雷刚，我们会把相关的资讯放在下面的资讯栏。影片结束之前，来插播一个抽奖活动，这是口罩的防护套，有三个名额，请大家到普雷刚的脸书去按赞，并在影片的下方留言，就有机会抽到这个超炫炮的口罩套哦。如果有什么问题，或是如果你有兴趣参加这样子的生存游戏的话，都欢迎大家下面留言跟我们说，我们可以组队，我们可以组队，好不好？我们现在要号召女子团。对，整套这样打起来，让大家会比较看，我们可以挑战看这样打起来就打得久。对，我们去做一些这个彩这种彩虹徽章，可以让大家可以贴在身上，彩虹团，好不好 ？OK， 好了，如果喜欢今天的频道，记得按赞订阅我的频道。如果任何想要跟我们说的话，都在下面留言，记得订阅我频道，开小铃铛，我们再回见了啦，拜拜。